国家重要军旅行动及其表演，立于国民革命忠烈祠，中正纪念馆、国父纪念馆、湖泊头寮等地担任民兵驻防任务，习近平交接仪式专业肃穆，引领国际。去年任期240万山东人次城乡牧民，展现为国民军事重镇的力量。为迈向国际，跻身世界一流的领导。
正向进步。其实我们拥有一点真实的民主制度与自由国际，你要支持全面国防的政策，才能确保国家安全永续发展，捍卫长流昌盛的中华民国。掌声鼓励。下一段的表演将由出生于桃园中立的陆军一队上兵曾继贤带领一队队员们呈现一系列的高难度枪法，敬请各位嘉宾拭目以待。陆军乐队现在所演奏的乐曲是由名作曲家陈文正编写的《万世英豪进击曲》。
路上车队会加点，随便试验希望带你幸福。